个问题，就是很多网友说你是狗王，然后尤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人非常的精彩，然后很多看过你采访之后就会变成你的采访粉，然后你可以用一句话怼一下你的采访粉。我其实那天我是疯了还是怎么了？谢谢大家，就是喜欢我很多一些点吧，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开心和快乐，在这儿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。好，谢谢。